是一车人，层层该是孤家院啊！哎呀，本将军，在大宋仁宗天子驾车回城，李大哥点帅麾下之将。 我5、6岁就很喜爱皮影，见到父亲在乡下那摘盐皮影，他都要把我领到去，跟着父亲很念旧。父亲去拿点盐，现在就把我背到起了，哎，去到得盐现在我就站在我们烤席木那个边边去。 我就在烤席木那凳子上坐着，就好好的，瞧了父亲表演。那个时候呢，就心领神会，就把父亲的这个口才、表演的方式各方面就记在心里。我们腾冲皮影。 现用的做皮影的材料多数是这个当地的黄牛皮，然后我们腾冲皮影，它的制作工艺非常简单，就是一块这个蜡盘，还有两杆竹刀。我们腾冲皮影采用的是直刀插入法，转刀不转皮。北方的皮影是转皮不转刀，还有一种方法是就是。 一把抓，这种是对一些要厚一点的皮子，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厚一点的皮子给它刻通、刻断，根据上面的图案，还要有阴刻阳刻，把它镂空，然后才能够做成这种一个皮影了嘛。 老天饶住三分力哟！也是。现在呢，我儿子、孙子同演绎来继承祖祖辈辈的这事业，来传承下去，不要给他失灭。我要把这个非物质呢，这种宝贵的财富，这种。 历史悠久的这种文化呢，把它一代一代的传下去。